这些画面如此陌生，莫非是我在凡间所经历的？我为何还会有这些记忆？这梦中女子到底是何人？重林，三殿下，你家帝君刚回来，你怎么又一副苦大仇深的样子？帝君回来后神思便有些不宁，突然想查看凡间的功德本，不知是不是有什么不妥，帝君不说，下官也不敢多问。无妨，你先去通传司命吧。是。见过帝君，三殿下。让重林送来就好，何须你亲自跑这一趟？早前您不想看在凡间所立的功德书，如今却突然想翻阅，小仙思虑怕是别真有什么问题，索性就自己过来了。若有疑惑之处，小仙也好及时为帝君解惑呀。放下吧。要是没有用得上小仙的地方，那我就告退了。哎，看来这倒真不是我多心了。初闻你预知在凡间历劫一事，我便心下略有不安。这事出反常必有妖，如今瞧见，却更是奇了。有什么好奇的？一是其司命。这般小心，不过他这样的老母性格倒也勉强说得通。但这第二期只有你可以告诉我，为何一向不悲不喜的东华帝君忽然对他在凡间的历劫一事感兴趣。你要是真觉得有什么不对劲，你可以跟我说说，我也能帮你参谋一二。有何不妥？你若方便，可否借我一看？你在下界是成渝国的王军，在战场上被女子周梦溪所救，你爱上了周梦溪，但很快她却因病而亡，不久你也郁郁而终。哼，看不出来你在凡间还是个情种。
有何不妥？为何不妥？并无不妥，只是似乎与我的记忆有些不符。哦，那你有何记忆？凡事尘缘，恍如一梦。你并非太执着之人，若不是太大的事，过去就让它过去吧，不必再纠结。嗯，既然如此，你就让程昱的事情过去吧。为情所困，也是一种幸福，这个你不懂。忽然想起还有件事，那我先告辞了。这些都给我，自己跑去偷了。我还以为你早丢下我跑了呢。我是那样没有责任心的人吗？当然不是。我又不是你。程玉，我有一件事情，还请你郑重答复我。你呢？你要保护的那个人，你的那位朋友，是因为何事牵扯到帝君的历劫，我并不打算知晓。但是帝君的安危，事关四海八荒，种种牵连，有你想象不到的机缘。你们不愿让旁人知晓也罢，但是你们要保证，你们所做的一切，不会危害到帝君。我们绝对没有一丝一毫伤害帝君的心，只是这件事儿着实不能告诉旁人。